2017年12月24日，法医陈家豪同埋见习生乔林解剖李文焕尸体。你唔想死嘅，都听我话。我叫佢郑安琪个女人送咗嚟呢度，我要佢身体里边粒子弹。嗰粒系植物，唔俾得你。你哋到底咩人？如果俾你见到我个样，我实插盲你。我知你哋系咩人，我知道你哋做过啲乜嘢，我会将真相讲俾全世界知。游戏而家先至开始。游戏已经玩完了。